探索世间奇闻，感受不同趣事。如果要说人类最恐惧的事情，可能大家无一例外会选择死亡，因为这两个字将意味着自己从世界上彻底消失，不会留下任何痕迹。虽然明知道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历生老病死，但是一谈起死亡这个话题，大家还是会觉得有点恐怖。不过与此同时，很多人也觉得非常好奇，人在死亡之后真的会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吗？因为很多长辈都说，清明节扫墓或者过年回家给已故者上坟的时候，需要点香烧纸，还得放置水果和点心，偶尔也会说几句话。随着香燃烧产生的缕缕青烟，家人的问候会被带到另一个世界。可是当科学家说出真相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说这个结果让人难以接受。当然了，以人类目前所拥有的科学技术而言，想要探索人死亡后的世界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在此之前，有位美国教授曾经研究过死亡现象，通过量子力学显示，人在去世以后会到另一个世界。从生物中心论也可以看出，人类听到看到的死亡都是幻觉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人提出了多重宇宙论，也就是说，虽然人已经去世了，但是意识和灵魂会永久地保留下来，只不过这些东西看不到摸不着，所以大家也不曾想过。至于这种理论的诞生，主要是因为人去世之后身体重量会减轻，而减轻的重量可能就是人类灵魂的重量。不得不说，人类死亡的确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，好像每一次深入研究和了解都可以解读出不同的意思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呢？好了，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和关注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